94年亚姐季军草雍允同富商何永安离婚之后，一个人凑大两位千金 Audrey 同埋 Promise。而家女女大个晒，感情深厚嘅三母女，不时黐住咸名店食 afternoon tea。两个几月之前，有传佢就成功放售3195方尺嘅山顶红梅阁独立屋，以大概2.3亿易手。虽然坐拥7亿身家，不过早前头条一报记者喺铜锣湾撞到曹央云行平民杂货店。当晚近7点，一身度假屋嘅曹央云着住白色连身长裙，衬牛仔褛，再踢凉鞋，一个人现身洛克道一间杂货店。一行到入铺头，锁定目标卖园艺用品嘅佢，好快就睇咗一个48蚊嘅全白色细花盆。之后曹央云单手托住个花盆，再继续拣底盘。佢拎起个餐碟咁大嘅底盘，左拼右拼，放低又行去另一边货架慢慢睇，心大心细兜咗一圈，结果都系拣翻38蚊一个嘅大底盘。行咗大概半个钟头，终于舍得俾钱啦。曹央云同收银姐姐倾咗几句，之后从手袋入面抽个银包出嚟找数。不过细估唔到，孭住一个价值大概系22150蚊嘅 LV Mark Ram 张进个 Audible Tote Bag 嘅佢，拎出嘅散纸包，居然系个透明丝塞袋。估计系疫情关系，为免银纸同埋 cons 成为散播细菌嘅来源，所以曹央云先至用保鲜袋装住啲钱。防疫紧要过靓，明白嘅。